喺睇片之前，你 follow 咗我哋嘅 Miri 同埋 Odyssey 平台未啊？未订阅嘅朋友都记得快啲帮手订阅我哋啦！由 Konami 制作的多人对战游戏《炸弹人》系列最新的派对对战游戏《超级炸弹人 R 线上游戏 Super Bomberman R Online》已经在2021年的5月27号登录了 Steam 平台，而且还支援跨平台玩添。出自《潜龙谍影》的系列的《老蛇炸弹人》亦都会在游戏的商店有得买啦。大家可以收集游戏所需要的货币 Bomber Coins，将角色换到自己那里。游戏还会推出银色季票和金色季票两种的战斗季票，银色是免费，而金色季票是付费的，一季为90日。在战斗同时，玩家可以获得不同的服装、配件和炸弹外观等等的换装道具，以及游戏里面所需要的货币等等各式各样的报酬。提升了等级还可以获得更加多添。最重要的是游戏支援繁体中文界面架。想买游戏，但是呢它又没有出实体版，那怎么算好啊？我又不想用信用卡，又怕被人偷我的个人资料。不要紧，我们有不同款式的预付卡和点数账号给大家买的，那大家就不用怕买不到自己想玩的游戏啦。没错，是这里，又或者去我们网页买都可以。而我们的办公时间呢，就是12点去到8点钟，将会在24小时之内发卡的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话，都可以下面留言的，又或者 WhatsApp 我们都可以的。好了，支持实体店，欢迎加油。